中部善心团体由台中市大肚区和丰老人关怀协会黄文仁理事长，还有丰原预计慈善会会长洪绍兴带领志工团队来到花莲县新城乡北埔村关怀弱势，并捐赠了爱心物资，一同来号召中部的善心团体协助受灾影响生活困苦的乡亲们。中部善心团体与台中市大肚区和丰老人关怀协会理事长黄文仁、丰原预计慈善会会长洪绍兴带领志工团队来到花莲县新城乡北埔村关怀弱势，并且捐赠新城乡赈灾爱心物资。而这次捐活动是由嘉兴村梁任松先生转介，梁任松先生及洪绍兴会长是北埔村村长黄淑珍晚辈的亲戚，因此号召中部善心团体协助嘉兴村以及北埔村受地震灾害影响生活困苦的乡亲，并且委请乡长何立台致赠感谢状，感谢以上捐赠者将爱与温暖带给新城乡。因为你们的善心，我们给你鼓掌表达感谢好不好？人助才会有天助，我经常跟花莲县的乡亲讲，人助才有天助，自助才有天助。好，我想这些善心人士在新台湾各地都在行善。今天我想刚刚会长私下跟我讲，本来地震结束之后，这地址要到花莲来关心各位的这个乡亲。整个花莲嘛，因为这个善心人士非常多，大家都陆陆续进来花莲的人关心。你们也是其中一个分子，一个组织，所以我要代表新城乡的各界啊，向各位表达善意，各位抛砖引玉啊，我要表达感谢之意，好不好？北埔村的黄淑珍以及民众服务社理事长詹平熙表示，黄文仁理事长日前经由黄昭兴会长以及梁仁生先生、北埔村长黄淑珍、嘉兴村长邱明雄等人得知，花莲地震之后，因交通以及游客减少的影响，新城乡有许多乡亲收入严重的影响，而导致生活困苦，因此带领团队到新城乡北埔村关怀，并且代表物资发放给需要的乡亲。我们全台湾省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们都做过。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一次呢，花莲啊04、03这个地震之后呢，我们一直想安排的时间啊来关怀大家。乡长何立台表示，花莲人很坚强，或许目前花莲还有许多地震，但2级到3级也是正常的能量释放，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也不需要过度宣传。花莲的重建力量相当大，但真的需要各界的帮忙。而今天非常感谢黄文仁理事长将爱与温暖带给新城乡，给花莲，给新城乡力量，也期盼抛砖引玉，让更多社团和个人继续给花莲鼓励以及帮助。记者中央新闻报道。